今天是我的毕业典礼，所以我打算，希望可以 vlog 下来，然后希望我一会儿不会太忙，然后忘记。然后现在是早上6:40左右，然后我起床了。现在我在吃早餐，然后早餐里面有麦片、坚果，还有蓝莓。边吃早餐边化妆，因为来不及了，只能快速的，希望我能快速的完成这个化妆，非常非常快速的打一下粉底，然后就要赶紧出门赶火车，赶不上这班火车我就完蛋了。所以其实也没时间做什么其他事情，我也不想带着化妆品大包小包跑到火车上去化，而且火车上又很陡，所以我觉得还是赶快把它化好。好了，粉底结束，下一步快来看眼影好了。好像我本科生的毕业典礼那天擦的也是这盘眼影，我也不知道，好像也有什么比较重要的场合。我就擦这盘眼影，因为第一是我没时间了，然后这盘眼影很简单嘛，两个颜色赶紧擦完就好了。然后第二个原因应该是我想让自己显得比较温柔吧，因为我觉得这盘眼影擦完之后会看起来很温柔。接下来赶紧稍微随便涂一下腮红就好，因为我本身脸就比较容易红，所以腮红不用特别重。下一步快速的扫一下高光，因为其实呢我也不太化妆，所以也不知道要画些什么，鼻影什么不会画，那只好迅速的打一下高光，让我的脸有一点点立体感。我怎么好像美妆博主啊？然后其实我再擦个口红就好了，但是现在还有时间的话，那我就快速的画一下睫毛，因为呢睫毛常常就是毁了我的妆容，会毁了我的妆，因为我常常就擦睫毛擦擦擦，然后结果就擦到鼻梁，还有就是反正眼周，然后眼影就完全废掉，所以我一般就放弃了睫毛。但现在有一点点时间，因为我很慢，所以我就还是稍微刷一下睫毛吧。然后左眼更严重，因为我感觉右手就是不会画，然后左手更不可能画得好，所以就很惨。戳到眼睛，
我真的是手残。等我吃完早餐再擦一个口红就好了。然后其实我的妆容非常简单，没有眼线啊，也没有画眉毛，因为我也不会画眉。然后我觉得我这个眉毛随便修一下，不要看起来那么脏乱就好了。我要来不及了。口红的部分呢，就擦我已经被擦成这个奇怪的形状的一支，第二支，第一支这支口红已经被用完，这是我买的第二支，然后还是被擦成了这个非常奇怪的形状。口红就用这支，好像很多重要场合我也在擦这一支，叫做 Walk of Shame， 超喜欢。其实不是只是重要场合，好像每天我都在擦，所以就擦这支。然后来不及时间打底还怎样，因为我再不出门就要迟到了，然后如果错过那班火车的话就等于错过我的毕业典礼，所以赶快走人。妆容完成，完了，天都还没有完全亮起来。对，然后我要赶快走，不然我真的要错过火车了。为什么人总是差，总是需要那十分钟？如果我早起十分钟，或者是我刚才干嘛节省十分钟，那我现在就不用这么慌忙，就可以赶紧跑了。今天布里斯托天气好像很好哎，一点云都没有。希望，我只希望不要下雨，至少让我可以干干爽爽的参加毕业典礼，不然又下雨，然后拍照也没法拍，然后又很暗。今天感觉天气还不错，好兆头，赶上了。非常急忙的在三分钟之前赶上了这趟火车，然后现在正在火车上，马上就要出发了。跑得我满脸是汗，然后还好今天有把妆化得比较浓一点，所以就应该不会，至少到下午之前应该不会晕吧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小喵John say hi，他比我早到，他比我早到，对，然后期待中，然后很久没有回就是 Exeter， 所以想看一看，希望，我真的很希望今天不要下雨，只要不要下雨就好。对，出发。非常快速的从火车站赶来学校，然后刚刚穿上了我们的gown， 然后戴上了帽子。我上一次毕业都没有帽子，哎，这次有帽子可以戴。然后现在呢准备去找 Lilian， 然后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差点迟到。然后小牛帮我背一堆东西，但是我现在很激动，因为我毕业，现在刚入场，然后一会儿应该是到台上去，对，然后人很多，我在大概场地的中后方，但是还是看得很清楚。Values that connect us just as much today as they have in the past and they will forever in the future. Endowment. Single
各种留恋拍照，然后历练拍全身的，全身高跟他买一场了。等一下，猫咪 ，Hello， 你是来说恭喜的吗？这是我们学校的猫吧，小野猫。So cute. 吸了吸了。干嘛？好可爱哦。对，舔毛去了。对，而且我刚以为他要走，没让他在这中间坐下了。我差点咬自己的毛。大哥，你还好吗？他咬到了自己的毛。走吧，走吧。那个腰，你看到帮你提高了。他咬到了。我们现在拍完照，正在去 business school 的路上。去喝一点酒，也不是喝一点酒，去参加 reception， 对，然后刚才拍了一堆照，很开心。现在来到，business school 的 reception， 然后这里有很多吃的，有吃一点蛋糕什么的，对，就是很馋，我在这里已经吃了蛮多个了。这儿拍了很多照片，然后风超大，现在就是要回去把我们的帽子跟服装都还回去，就可以就准备回去了。对，现在我们在火车站准备要回 Bristol 了，然后火车站我是 49. 火车站在那里，然后我们两个因为没有出租车了，所以我们就走路过来，然后也没赶上，因为我的脚非常痛，穿高跟鞋，然后现在过马路，然后我就在很怀念说，其实我在这边待了一年左右，然后这条路每次火车站结束之后右转之后，那条路一直直走就到我当时的宿舍，然后其实还蛮怀念的。对，那我应该不会再回来 Exeter， 除非有什么 event 或者是要需要工作啊才会再来，所以就感觉哇好久没来了，然后感觉我的学生生涯真的是正式结束了，就完美的句号。好困啊，火车上暖和就很想睡觉。跟小牛出来吃饭庆祝我的 graduation， 然后来到了以前我在布里斯托住了两年的地方，叫做 Clifton Village。超美，然后就布里斯托的大桥就在这附近，然后这里好多充满了好多以前的回忆，然后我一直在说是然后为什么啊，就是那里有一个 fish and chip shop， 然后以前这样去吃spice and co， 而且它 Christmas 的那个 lights 都已经就是彩灯全部都已经开了，就很漂亮。我以前还在这里打过工，反正就这附近完全都是我大学本科的回忆。布里斯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吊桥，然后是已经百年了，然后也在这附近，然后就是在从那里看下来非常美。现在我们在一条小街上，去吃印度料理好久没有吃了，要去吃Curry。 我们来的比较早，就基本上还没什么客人，因为这边晚饭大概7点8点才吃吧，我们来现在5点半就来了，因为超饿的，所以就很空。点菜哦，点菜 good，
Connor? Yes. You look good. Thank you. Oh, it smells amazing. 我们的 starter， 然后点的 main。Kona 的是 chicken tikka masala， 然后我的是 chicken madras， 然后这个比较辣，他的那个就其实没什么辣味，虽然看起来很红。然后他点了一些 rice， 还有我们两个要一起吃的这个馕，对，然后就现在开动。天的奔波，我终于回到了家，然后好累啊，今天6点过就起床了，所以现在是大概八点左右，我准备就赶紧去卸个妆啊，好懒，不想卸妆啊，感触非常深，今天回到了母校，然后参加了我学生的一个毕业典礼，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反正就是今天感触非常深，好累哦，躺下来就不想再起来了。起来，一二三，哎。